6月11日下，吴叶坤及袁伟豪出席挑战建立式纪录活动，三人与百名参赛者一同坐在椅子上做健身操，经过731名参赛者齐心合作，在见证官的见证下，此次挑战建立式世界纪录最多人做以上健身操取得成功。袁伟豪显得特别兴奋，称自己之前都有去观看他人完成的创举，而今天是亲自参与体验并完成创举，感到开心及荣幸。我觉得非常荣幸，是因为从小到现在，其实我看电视也看到很多很多的有关的那个健力士的表演啊，健力士的节目，但是今天是我人生第一次可以跟一般朋友在节里可以一起做一个创举，那我觉得非常荣幸。提到父亲节，袁伟豪说赶着拍戏，可能当天没有时间跟家人相聚，但是可以另外抽时间与自己的父亲及女朋友的父亲聚一下。我知道这个父亲节也快到了，但是有一些遗憾，就是我还是要赶戏，因为现在还在忙那个拍剧，当然呢，那如果可以凑三个钟头，可能是四个钟头，可以给我出外面吃个晚饭也可以，就到白天去饮茶也可以，但是我想没有机会，那所以希望再抽另外一天，可以跟我自己爸爸，也可以跟女友的爸爸一起醉一下，聊天也可以啊。